本来我来给你规个啦，气动灵动无要紧吼。来，请迄个上林母金老庙天明，红路发号妙法，今天归圣人供龙华圣位，一至中央点现灵万法超人胜利清，请千手观音仙灵合体，和红路自行显露以道合真，红路历代祖先万亲祭祖，今天全部照红路行观灵桥，大家受其皈依。这红路修道有成，当前龙华圣位，启动马建吼。来，地主发号献礼，家中你家历代祖先，今天你入我坛前，为大家恳求上天为你受记传道。今天现在上人四辈要来受记，在此为你。叫恁地主行官灵巧，全部来遮照桥归依，像你家历代祖先，全部照你的孙，你遮子孙，顺利，而且行官灵巧照桥求道，因为上人无强努力天命，一至中央点现灵万法超人胜利清。你家祖先、历代祖先全部归依，从天回去。来，站起来，手合掌，眼睛闭起来，莫坐嘞，以后叫人家走啊！把酒开开了。来，请无敬老庙天明，请妖敌金庙加持，让红路会当灵光自在、万神自在，红龙结煞离身。来，做人无紧。红路空蒙结束离心，来，嗯，来，你来接。放轻松，来，把它过来哈。不能来过，我见到主人哈。来，看看，有较舒适无？有吼，手合掌。你慢来接。等我归依嘞，那菩萨要来分摕，这摕来扛嘞，我要寄来对。手合掌，目镜摕了。来，来，妙尊先好哩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。菩萨啊，降高了，你都可以调啊！你这身体的好真紧，请菩萨加持，再加持，手印拍开，拍连了几个，后连了几个，对，再加持，来，推灵光听。你来，你这马来接呢？现在你来个吃什么拢卖惊，放轻松，面向内底，手合掌。其实你这拢有一条关线该对调的，你该知无？你这拢一种关线该对调的，没有？你家己有感觉无？我带来家己辛苦的海东，你卖惊吼，把手开开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，心灵兴起，还要加持，再加持。免惊，我来讲叫你卖惊，你不要想。
来一个女将来甲我过来，做家事，安尼相信袂？真正有吼，放轻松，伊若要落来落来，我就叫人甲伊过，你莫惊。请观世音菩萨加持，再加持，安尼来，好，来请姚弟金庙来加持，因若有时间等来收较好啦，知无？再加持，电话机拍开，一条。这条零号了，给电话机拍开，到电话机去。来，妙春，可以了。六件，快快，眼镜拿起来。眼镜。手到电话机，放在脚，放在脚，眼睛闭起来。我给你加持的时候，身体呢灵动无紧哦，安尼你身体才会好，知无吼？来，请大智师来加持，再加持，再加持了，再加持。来，咱们将它过好吼，请智公师来加持，我地主的这个梦煞，平复人心。以后身体健康，在道中好好修道功德回向，再加持嘞，来坐好，不惊不惊坐好，手后面位置，好好好，脚调好。对，刚到台，身躯放轻松，较乖，我就让你较好过日子。来，请这公司来加持，再加持，请大智师真灵降气，我地主白虎白沙利心。来，手好好，对，放在脚，你跟上来，拜来啊，放轻松吼，我给加持先来，气动莫惊吼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，我红路观行光彩，灵光自在，身体健康，放松。请菩萨再加持，身体来灵动无紧吼。请菩萨再加持，放轻松，对，安尼无紧。再加持啦，请菩萨再加持，对，再加持，身体放松，嘴巴下收放松吼。而且多这时个加持，身躯来像遐灵动无紧吼，把手举起卖背筋。来，请现年上林武吉罗庙天明，请多智禅师真灵降气，那个地主化灾化煞，为平复劫煞离心，一道呢在道中学道功德回向，再来超度冤亲债主往天边去，啊，地主一个健康的身体在人间好修行，给您功德回向。请大智禅师再来加持嘞！济公我多愿你天多多情。Mm-hmm.
三思林家齐，我地主人公住在白沙来化开。把酒开开。我呢有团音多灵珠，望珠雕音刻灵在。愿灵一直开灵台，我红路愿心得自在。祖庙多主显灵开。莲花生花，无下凡。灵珠花强调元代，无主相逢。你爱在所会无穷尽到来，人生隐隐是苦海，婚姻一块心不在，灵魂何去你爱在。无待人间多自来，唯独自主离苦海。那愿一年下凡界，生生世世轮回待，有功有果参半来。今来世间有苦业，无量下凡面的多灵珠，莲花盛会开盛代。三级不结多结开，结林多江多灵台，无必来多结离苦海。禅师再加持来，再加持，请菩萨来加持。师啊，伊讲我这吼，这体话啊，拢好听这。这两个的退化，两个的退化，你都要，那无介严重，都要先吃一寡保养药啊吼。好来，请药师金妙加持，把酒开开，再加持。
今日甲祖先，今朝行两事来甲恁当天位。请千手观音来加持。来，多谢师父来加持。我地主灵公主在平山里心来继续来，再加持。来，再加持来。来，上师来加持。大家可以来，大家可以哦，上师来加持。伊头拄安尼有感受到迄灵气咧，该加持无？有吼，有咧放轻松，咱都今日有机会来，迄身体加持拢真好。请多济师来加持，甲地主化灾平福利信，互地主会当员工自在，来道场好好修行。然后呢，在这几修道功德回向，为万亲济主全部会当甲度化天威。再加持，你啊放轻松。我再加持哈，阿弟阿弟，有较轻松无？这个卡布，这卡布，卡布过得去。嗯。这卡布过得去啊。他都安尼退啊，超啦，超了就袂掉啊。这是较轻的啦，啊，这卡布过得去。嗯。啊，其他嘞？其他有较轻松无？哎，有啦，有较轻松，就这个卡布。嗯，好，先加持。你呀，来，请菩萨加持。要坐几点？六点了，六点叫他注意一下吼。来，再加持。来，请菩萨来加持。观世音菩萨再加持，你看你这人客啊，给来手合掌，师父，你这人别家呢，是不是要好好修好？圣人讲，你若感觉这道场袂歹，就去遐皈依修行较好，听好无？你这条人缘真根基真好，安尼好啊修，你今日是谁买较好？你知无吼？来继续个加持者，咱倒来，甲顾好一下吼。来，请观世音菩萨来加持，再加持。我做个，无我手拍电话机个，手打开打电话子，敲电话机着。啊，若要行路路行路紧，啊，顾好吼。来，你来，来，恁这拢来头前来，来。请合掌，来，请有地金庙加持，再加持，来，嗯，来见，一切拢不是什么大问题，莫紧张吼，来请观世音菩萨加持，再加持。再加持来，
来。来，请多谢神父加持。好来，请这位娘娘加持。来，请九天多表加持。不过好都，啊你安听听好较好无？有较轻松无？迄就是叫做修啦。你有人工鼻涕会知无？啊你个做咧嘛同款。我个最靠嘛是真个身体。你搞不好你若安尼来练练，真紧就好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你看人家哪练身体哪用？我都做嘛练啊。是啊，知哦。开心一下，我一几号人？来，请有第几秒加持？来，第几位感觉呢？有较轻松无？有吼。那有就来那调，安尼调，迄气会较清，较清你的治疗嘛较顺，你知无吼？好，来去啊，往参观吼。新会呐，来你就该来啦。咱圣灵宫遮虽然要开主的圣灵修，但是个像外口灵山遐有赞啊，嘛免遐回灵走庙啊。啊，你看大家拢修到身体哪好，啊，有轻松无？对无？来。有。哎，你把酒杯金，把酒较清无？哦，较清吼、哦。你杯开我看麦，酒开开 ，OK。苦看麦啊！还好。那讲话讲看麦。讲的是现在是喉咙都。可以可以。啊，其他因素都还好。即卖安尼，头拄仔你咧甲我讲个第一节，讲即卖有较顺畅过呢。有啦，就是我有较顺一寡。有较顺畅过。顺一寡。你像头拄仔较无顺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即卖有较顺啦。是啊，是啊，较顺一寡。有无吼？哎。来，请迄个上云老庙天庙，地主吼，诶，这个拗口。然后这个风扇给化开，为这个凹口自在。然后在道中学道，过去行中若有怨有仇，这些来给化解。我地主若入中学道，会当功德回向。安尼呢？那哦，看连几次。较轻松诶，较灵一丝啊，较灵个吼。哎呀，无我都百分之百这边拢拢去了。好，来一转了，你较灵个算足好诶。好。来，爱同修咧。
你通宵跟他洗的啦，叫来来。来，你该讲两句话好看来，来跟恁同学讲话。即卖恁哪口较开哦？你讲看嘛？有啊，较好啊。有啊，真个有了，较好。讲话较有力，你有看？较有力对无？有啦，靠精神。较有力吼。哎呀，对。讲话嘛较顺骨啦。较顺骨。较顺骨啦。哎喏。有感觉吼。有啦，有。还有信心。哎，好。听无？好，好，靠神鼓啊！你听哦，嗯，有感觉哦，靠有力啊，较清晰，靠有力就较清晰嘛，较神鼓，较倒鼓，好，知啊吼，感谢我，好，好，我说，这要提金的七合奖来，我只有八金。红路人等下有做规有看要准备回家去来，我就八金，好，这磁场安尼啊，袂歹吼，是毋是？袂歹就爱想清楚吼，路该行就行，知无吼？好。啊，林先生啊，来这今仔一抓落较好，你都要持续，提出你要有信心。啊，林同学啊，拄啊来像你这有灵体，他拄安尼，这灵是加起来有玄妙。刚刚一直在倒下面。那就是叫做灵气啊，林先生他都坐嘛，一直灵动哦。哇呀！一股气啊！哎呀，我今嘛还好啦。伊一股气该灵动起来，你看讲话怎发大声去？好，啊，有做起来，啊，恁两个是姊妹吗？好啦，恁拢有伴啦，恁知无吼？好。来，你看，等下你要做时间，等下又要做要赶车班吼。来，目睭八金，安尼有舒适无？那规个安尼有感应无？做有感应吼，好，规完呐，无影响到生活，在等下途中学修，还知无吼？好，可以。好，把手背金起。来，请姚弟金庙吼，这个气给化清化明。红路吼，会将你病苦病煞离心，身体健康，来好修行。好，把手背金。我甲你问一下，迄牛膏浆，迄敢会使啉？牛膏浆你去问中医，看你这个病头适合啉无？哦，中，我即马是伫咧食迄天麻、青皮，啊，迄款黄姜甲甘杞，迄是咧食伊啊，讲咧食过个少。对啊，所以你去问，稍微问中医者。
安知无吼？这种物件卖黑白，黑白食。好好好。安知无吼？你有素食就较拼死啦，听无？你若肯来都有人知啦。好，来来，安怎？安有轻松无？好，啊，好啊。安怎轻松？听我话，心肝头较开啦。听我话，你会搁较开嘞。好，你听无啦？好，好好。来，阿秋哥。来。请有滴金庙。红路吼。这条灵源本来就有这个啊，替天大数之灵，是嘛？那个圣人宫之后，然后机会进度，请咱要地金庙里那个看行，和红路这人，啊，出来事业会当顺势，和贵人来看行，和家孙事业会当来路来路顺势。红路那时间会当回宫来合作，功德回向来修这个福气甲功果。一个红路，然后入宫修行，我再给你度往天位。好，你当个天位经过。好，红路在人间好好修持。好，恁红路入宫来修持，恁母娘都甲你天父院长甲你安高位，你看喏。好，对，今仔开始你要做一件事，事个爱顺利，袂使过来甲打击。知影无？来，请天灵上面。红路只完成了，红路老贵，恁个当天位。银铃化境道境开，无风降道三座灵，用我圣位道灵台，三座诸灵归圣皇。天地有志转灵台，用我圣位红心台，若你让红路这机会来学道归依在，天人上人为你修其真心天位。你行善做做，唔免过来遮轮回苦。安安啊！你若无答应讲要好啊，收银帮你刷的啦，你就甲讲啊。你这都是一直要来回主，你无看到？都要来回主啦！伊即摆这条灵，那条都是要来晋升。来，提醒八六八。
来，八体来。来。哎呀呀呀！红路吼，这条灵山日后红路呐就来归。迄年上灵，甲你做主，渡去天庭坐，这个中品上升，拿好你爱四个圣杯，就欢喜杯来。一杯。欢喜杯来。你真心有看到吗？来，啊，五杯，再来，欢喜，五杯，搁真欢喜啊！你看这条龙要来归，要来归，你有看到吗？心里快乐。等你归，我甲你真心去听你坐中变上升哦，看下你直接来讲话说。好来退开，红路的啊，那来再开，我就为你修理。你今麦生活这子孙事业爱顺利。一零一给吹，要叫伊来修啊！你有看？哇，五百六，伊要来坐中品上升的位，这就是要晋升了，知无？现在你怎知未？知啊吼。好，起来。这个灵啊，第一，一日白就是要叫那个上个晋升啦。你看宝华贵要晋升。好来，这样子金庙退开。退开。把酒慢慢给背金。你即马人工愈来愈在啊。袂像安真正酷酷炫啊，有啊吼，好，一条八五八要来坐中品上升，要晋升，等于看想法清楚，还是，对无？啊无你看两组拢叫规个叫，迄规个叫就是表示伊来咧求助，要甲做主啊，知影无？看清楚吼，好啦，今仔可以甲遮来上讲啊。哟，好，谢谢。